那呢呢，美国国务院哦，伊即马将咱顶头无讲个吼，美国国务院将这个开罗线来做调用呢。嗯嗯。哎，都唔新年，都唔是调用啊。根本嘛，即马因的这个档案只是承认讲，迄唔是啊。所以这个代志讲，咱就是爱去个改了，对吧？这是咱的第二遍是这个变个是。所以火也唔敢跟你回。伊得从到尾1996年，即个12月30日的交易嘛，就走啊，对啊，走就煞啊。对，好好。啊，即马过第三次吼，第三次就是1997年的即个一月啦吼。哦。咱台湾人吼，要捐钱吼联合国啦吼，啊，联合国敢拒绝啦，讲你即个物件吼。所以，恁迄个会吼，迄个会就是讲要促进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这个诶促进会啦吼。讲安尼讲未使，伊未使甲收这个钱啦。我根据联合国的这个规定吼，我就这张批啦。这张批这就是内底有写写介清楚啦。哦，这是1997年以前的代志啦。台湾人促台湾加入联合国促进会啦，诶，促进会，伊讲我未使甲你收这个钱啦，因为这吼，这违反这个联合国吼，2580号的决议啦，因为2580号决议就是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啦。我讲他2580号他有需要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哦，就像这个问题，好，咱今麦过出来哦，2758号决议文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就是正式吼，2758号是排除蒋介石的代表，没有提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所以今麦就是讲这。已经，咱足紧的讲到问题重心啊啦，啊，这个就是咱已经收到的这张上届元素的这个文件，上早那个文件的这个签名这样，是普通是公共的尔，啊，这是有签字的啦。哦，意思联合国的回函，跟你公共我袂使收这个钱。这联合国的，你看这嘛，这是一批呢，一批回转呢。是，哦，就是安尼嘛，哦，啊，我就去遐来催伊啊，吼，要催敲啥面电呢？我要甲约时间要甲伊讲吼。唔爱接，阿嘛唔爱甲你回啦。好好好，到尾我讲好好，我直接要来找恁的秘书长嘛。你甲你商议。系啦，商议啦，当我都先去啊，去啊，去再讲啊，就对啦。去再敲电话给伊啊，啊，就讲我已经人到纽约嘛，在恁边啊，然后到你学校边啊，然后我随时要甲你讲这个代志啊，对啦。啊，然后总找秘书长的这个office 的办公室吼，因一个秘书的叫做Jenny Thomas。嗯。伊接这个电话啦。嗯哼。哦，伊讲啊，你这个代志吼。伊讲，因他哦，这个问题。今麦我叫汤马斯女士。嘿，汤马斯。嘿，汤马斯。这律师，这是伊的秘书，这个、新的秘书吼，就是盖，一个叫安南的秘书啊，因为古文也走啊，盖里走啊，我们叫嘛安南。啊，安南的这个秘书吼，伊就讲，唔过在阮咧看吼，伫伊讲伊伫联合国已经足久个啦吼。嗯哼。啊，大家都嘛讲，根据2580号的决议，台湾是中国的。是。啊！伊讲的无唔对啊！吼，迄个即个，如果是2758号决议，嘿，伊讲无唔对啊！啊，我怎个讲迄个1996年甲因福雅吼福啊所讲的开罗宣言迄代志，甲伊讲我听，啊，伊讲我听，讲你说恁的唔对嘛？啊，你这嘛是唔对，我受伤啊！你唔是拢永远对的啊！哦，伊讲安尼，伊讲安尼，底下在迄落的时阵，我甲讲啦，讲这个物件2758号是恁的。在恁的档案嘛，啊，恁会当随时去看，啊，开了算你，迄个圣经就，迄个已经就，即摆你这唔免，你咧，你起来看卖咧，啊，咱明仔载吼，再来讲好唔好？讲安尼好，啊，其实伊即摆我去找伊时阵，伊讲，啊，太安尼，做回心回心的啦，伊看到啊，看到啊，伊看到，伊咧看迄个文章，我迄个2758号内底就是这款型的嘛，2758号就是英语就是这样吼。还是中文的翻译，哦，这个是用中文的翻译。哎，内底嘛讲，连个讲着台湾嘛无，啊，你连台湾都无诶，就可能两一摆哦，观众听无代表台湾。我量，请大家看，我有查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两个很重要，一个是开罗宣言，一个是2758号决议文。基本上上面物件拢总讲着2758号决议文，好，但是2758号决议文，潘水。这是中文的，哎，这是英文的，好，那英文的呢，我们就不要讲看英文的，好不好？请大家看中文，因为。这中文不是我们翻的，这是联合国翻的。好，联合国网页上的。是，这联合国的网页，请大家看2758号决议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大会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跟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好，这句重要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加重要哦，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1971年10月25号第1976次全体会议。所以无讲到台湾呢，无讲到台，不但无讲到真趣味，伊无要用中华民国对联合国的代表，伊是干啦蒋介石的代表哦。中华民国还在，因为中华民国的代表就是中国嘛，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这个真相伊无讲出来哦，和台湾人民听，大家未理解。是，别个大家讲来讲，他驱逐的是蒋介石的代表，他不是驱逐中华民国，然后再来，中华民国还在，中华民国的席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在继承，是安尼，所以咱来了解这个代志，所以马英九讲啊，我要用中华民国，靠，一赶紧向中国宣战了，马英九他要先跟中国宣战，而且要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直就在骗台湾人的，在骗台湾人嘛，甚至于他很无知嘛，好，拍谁？这里所以沈教授，咱休息一下，等下要给大家看，再看为什么说。中华民国还在，如果中华民国还在，我们如何用中华民国？那如果不能用中华民国，我们应该用什么？好，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